YouTuber Nana Q 经常拍片分享极简生活，近日他透过影片公开了自己以前曾是老烟枪的事实。他自国中就开始吸烟，大学时期严重成瘾，每天都要抽上一包，甚至在休学期间，就算每个月手头很紧，也一定会留一笔钱买烟。后来他开始尝试戒断，包括去戒烟门诊把烟丢掉，住在禁烟租屋处，跟大家说要戒烟，跟讨厌烟味的人同居，以及循序减量法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Nana Q 戒烟后整个人的气色、肤质都明显改善很多，也因为开始养成运动习惯，所以外形看起来变得更健康了。他戒烟前后的反差模样立刻引起热烈讨论，网友甚至调侃他，这根本是戒毒前后的效果，真的很震撼啊。